今天我俩大婚，王妃可要乖一点才好。寻到大兄长，我便会快马加鞭赶回京城。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。走。城外十里竹林，恭候靖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想用刘成父威胁本王。我利用刘成父将殿下请来，只是想和殿下做个交易。交易？朝中竟然有人暗中私信刘成父，此人更是身负朕所亲赐给予钱之人。晋王，儿臣绝非里图外敌之人，儿臣的大弦上有一道缺口。再查。回陛下，所有大弦已查验，并无缺痕。怎么可能？